我马上进入了我们节能绩优奖的颁奖。我们首先要来颁发的是推动能源教育绩优奖。最重要的能源教育要能够向下扎根，靠的都是我们的学校的帮忙。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下这段得奖学校的 VCR。 100年推动能源教育优良学校杰出奖，云鹤国小已经有96年的历史了，因为活化了闲置的老厨房而加入了推动能源教育的行列。新竹市民富国小除再生能源设施外，更培训节能体验屋及校园生态小小解说员，并以节能体验屋与561低碳管等设施为平台，辅以教材与课程实施，提升学生能源知识。重视能源教育是小朋友们从小要培养起的好习惯。台中市桂文国小推行全校式节能计划，设立能源节度使，协助推动全校能源教育，并以班级节电竞赛、推动读表教育、能源有关科学竞赛等，以寓教于乐方式将节能观念导入。保护环境是现在不做，将来就要后悔的事。我们要节能减碳，具体落实生活环保，用行动爱地球。台南市永安国小在校设置风光并联发电系统、太阳能直驱风扇、绿能梦想屋与绿能实验室，编写水绿永安能源课程，创新节能教学。我们改造闲置空间成为能资源教育基地，推动低碳校园绿生活，培育具备能源素养与环境意识的新世代儿童。台东县永安国小在校内建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、发电系统展示板及能源管理措施，降低电费支出，并运用学生能源图书阅读及节约能源创意话剧，积极推动能源教育。永安国小一直努力推动能源教育，全校师生及家长在日常生活之中落实节能减碳，荣获杰出奖，对大家是最高的奖励及最大的肯定。100年推动能源教育优良学校优等奖。基隆市鲁南国小设置能源教室，并将能源教育融入各学科，借由风力发电教具制作、能源小书创作等活动，开发节能新教程。节能减碳、爱护地球是世界潮流趋势，能源教育校本课程是鲁南国小打造低碳校园的利器。新北市三芝国小设置风光互补路灯、太阳能及风力数位气象台，能资源中心，使节能减碳能落实于生活中。三芝国小积极的在进行能源教育的推动部分，会让所有的呢学校的能源在最有效的运用之下得到最好的发挥。新北市漳河国中透过太阳能光电、平原灯具教学、雨水回收系统及各项节能设施，营造低碳校园。漳河国中重视潜移默化的环境教育为宗旨，造成这社区里面是一个环保、节能、低碳的好地方。彰化县花坛国小透过再生、非再生能源发电、能源屋等模型教学演示及教具开发，推动能源教育。本校将能源教育列为学校的主要课程之一，教育学生认识能源、了解能源，进而爱惜能源、节约能源。台中市第西屯国小设计风力发电、大象集水器等教具及节能减碳教室等设施，达到节能教育目的。我们西屯国小一直致力于推动学校本位的能源教育发展，透过了行动研究，我们发展出一套课程，希望能够分享于全国的学校。高雄市港河国小透过雨铺满、太阳能锅等能源创意教具开发及校内绿能设施，进行节能教学。港河国小有污水处理系统、太阳能发电和水铺满等节能系统，那我们也积极让小朋友养成节能跟节水的习惯。台南市延平国中设置电表控制器，进行再生能源教学，设计人力电脚踏车及风力太阳能发电创意教具，将创意教具融入教学中。教导孩子爱地球、爱家园，一直是延平国中努力不懈的方向，而积极推动能源教育更是本校重点工作。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做，明天就会后悔。
连江县中正国中小以绿色建筑进行空间改造，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及能源教育走廊，能源教学。本校从孩子的生活、教师的教学、学校的环境建制与维护，都能与能源教育结合，让节能减碳的观念在校园中蔓延。掌声鼓励，也恭喜这十二个得奖的学校。有请各校代表，请在我们的舞台旁边准备上台接受表扬的殊荣。这一段的部分，我们要请到我们的陈冲副院长，是不是可以上台来我们进行颁奖？在这一阶段呢，推动能源教育的部分，我们刚刚呢也看到了，在绩优奖的部分分成了杰出奖跟优等奖两个奖项。在第一阶段，我们要来颁发的就是推动能源教育的杰出奖。恭喜新竹市民富国民小学由林碧霞校长代表上台领奖，恭喜！台中市惠文国民小学曾金美校长代表领奖，台南市永安国民小学赖昭慧校长，台东县永安国民小学涂正元校长。好，在杰出奖的之外呢，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推动能源教育绩优奖的优等奖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基隆市堵南国民小学郭金发校长，欢迎郭校长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表扬的是新北市三芝国民小学，到场来接受这份殊荣的是张文斌校长。接下来我们要表扬的是新北市彰和国民中学，今天到现场的是洪秀静洪校长。接下来要表扬的是彰化县花坛国民小学，来到现场接受这份殊荣的是赖奇俊校长。接下来表扬的是台中市西屯国民小学连伟林校长。再来我们要表扬的是高雄市港和国民小学的李志成校长。接下来要表扬的是台南市延平国民中学，来到现场的是胡慧校长。再来我们要来表扬的是连江县中正国民小学高芳华高主任。好，非常非常恭喜台上这十二家的得奖学校，在杰出奖的部分有四所学校，在优等奖的部分有八所学校。我们请所有的得奖代表分两个梯扫盲，麻烦一部分上阶梯。我们请陈副院长居中，跟我们这个所有梯次的向下教育扎根的校长们一块可以留念。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校长们，请入座，也请陈副院长先入座，先回座休息。